哎，任安乐一袭红衣，与太子殿下十指相扣，又含情脉脉地看着他英俊的脸颊，然后说道：“公子莫怕，现在既已上岸，你我身后便是安乐寨，从此以后再也无人。”吵吵闹闹，成何体统？什么东西啊？给朕瞧瞧。女匪与太子。话说那任安乐，一夕之间名动京城，街头巷尾谁不再问，谁不再说。狩猎宴那日，眼见了任安乐一人一马，笑靥如花，直奔咱们太子殿下而来。我进大理寺果然是进对了，我翻阅了一下卷宗，发现有诸多蹊跷。古云年拿捏群臣，是靠裴瞻制造冤案，若将裴瞻除而代之，朝局便能顷刻复转。还有一事，日前我与韩烨在闹市中见到了古奇善，他嚣张跋扈，无法无天，可是偏生这韩烨却不让我轻举妄动。他不让你轻举妄动是对的，因为他与钟义侯针锋相对由来已久，但以韩烨的君子之风，还对付不了像钟义侯那样连中带刀的人。还好他有君子之风，才会有我的用武之地。对付这种奸狡权臣呢，不仅要懂得技巧，还要攻其不备，剿其当欲，最后才能将他们一举拿下。否则匹夫撼大树，出师未捷身先死。那这一把火要等到什么时候呢？会试。会试主考官李崇恩也是钟义侯的入幕之宾，所以这次会试当中定然会有手脚不干净的地方。怎么样殿下？你主动将此事揽过是在保皇甫，不想他因此事被裴瞻为难。这么棘手的案子，我可真是不想一手揽过的，只可惜那个黄大人似乎并不是很想跟我一起共事。他为人耿直，怕是不能理解你的心思。所以我就说啊，还是殿下最理解我的心思，最懂我，最爱护我，我们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殿下你不这样认为吗？任安乐，插科打诨或许有用，但终归不是正道，也不是长久之计。黄埔是个好官，你需要他，我带你去见他。哎，哎呀，黄大人，你让我一顿好找啊！陋室接不起贵客。殿下，殿下，您怎么来了？